煮菜。什么嘛，爹地？今天是要做洋煎排，你干嘛一直唱夜来香？对啊，洋煎排是高档的西餐啊，所以我买这个夜来香。等一下，夜来香，没有香味啊？没有香味，因为它只是取名，有没有像夜来香？对，长得蛮像的，有点像香花的香包。French asparagus。芦笋，法式芦笋，可是它长得有点像夜来香，所以台湾人叫夜来香法式芦笋。不过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叫果香洋煎排，有蔬果的味道，还加上我家院子现采的香草，你看哇，我家的水果。好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French asparagus 啊，你会特别看到哈，底下好像很老，你看好像折不断，很老。可是千万呢，要把老的地方丢掉。所以我只要把它的尾端修一点点掉就好了。有些人一买回来，哦，晒这样子修掉，所以千万哦，妈妈们不要把这个哈营养最接近皮哦哈。OK， 好，我们要处理羊排很简单，撒一点点粗盐，然后用一点柠檬皮抓一抓。羊肉哈是应该是有羊骚味，你用柠檬洗一下哈，它就特香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冲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要把它沥干，不要泡水哈，马上要沥干。如果你没有擦干呢，会面临哈你的这个羊排啊可能会出水。那当它出水的时候呢，你的羊肉呢羊骚味就没有办法逼掉。我们今天有多一样高档食材，有些时候在家里哈买一些偶尔没吃的东西，像这个是珍珠小洋葱 ，OK， 那这个呢，你把这边尾端拿起来，哇，你看小小洋葱可是那么多这个洋葱的汁啊，啊，哇，代表它其实是很健康的哦。那我们今天哈，我要做马铃薯泥的，所以我用小粒的来做泥。那我这边呢放大概两寸的水，对，我这个小马铃薯泥，我等一下按十分钟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大的可能要20分钟到22分钟，滚了小火十分钟先给小马铃薯看有没有透，刚好熟，你的马铃薯会有黏腻，所以你就不用加美乃滋来调。等一下我们直接压成泥，它就很黏很黏的 ，OK。好。那我们呢今天有点特别，我们的果泥这边哈，我有烤那个焦，烤好我们切丁哈，去煮在果泥里面，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。我们放在锅子里面哈，预热到300度哈，干烤，不要加油。好，这个呢我们来烤一下，这个你烤过你再去 caramel OK， 再加那个焦糖哦，它会更香。OK， 这边在烤那个珍珠洋葱，这边呢我来做一个焦糖。OK， 不能加水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就把它盖起来。OK， 给它小火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甜椒，我闻到洋葱的香气。好，我们要烤到这样子，红色可能你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可是黄色你会看到比较清楚。OK， 稍微烤一下。切丁，好，来给我一下，哇，很香 ，OK， 完全没有油啊。那当然，如果说西餐他们喜欢用好的油啊，我用那个洛梨油好了。哦，快点快点，哦，出来了出来了，耶耶耶，很好很好，哦，那个洋葱下去，来，快点了，哦耶，好，我要放 mango 了的，等一下吃哈，你看。哦，很美，可以一点香草吗？可以啊，你的水果可以下了哈。可以，水果。来一点冰糖，因为这个百香果是酸的。其实你也可以加一点 peach。哇，这变成综合果香。要不要一点车前子？对，一点点。他们一般会放果胶，会放果胶。我们放一点这个车前子，够了，它会有点收 ，OK， 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的这个马铃薯啊哈，那通常你刺下去啊，它是完全透到汁开始蜜出来，对，
这个就是要黏液，黏液。所以呢，你要剥这个，你会看到它已经收汁哦。你看，因为你煮的刚好熟，有没有？你这样子划一刀这边，然后呢，就这样子。Oh yes， 你看，很美，刚好熟哈、哦，它会完全很好压下去。你看，压一次而已哦，它就扁下去了哦。压两次哦，它就变泥喽。这个泥如果要加营养哈、哦，给 baby 啊。哎，哇，我们上次这个我们树上采的苹果，脆就可以了，就适合了。我们要脆的苹果，要带皮吃，加在里面。还有加西洋芹 ，OK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放一点盐跟一点那个，我们不加 butter， 来一点那个玫瑰盐。等一下冷却才能拌入这些东西、哦、对，我们要冷才拌苹果、哦嗯、因为不然的话、哦、你的苹果会熟掉。好、French asparagus 是很高档的食材，所以呢，要怎么煮？这个花，你把它弯到、哦、它离地还有距离。OK， 比较厚梗的比较适合拿来，所谓的水煮，可是我们是用少水。少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边有半杯水，这边大概是100cc 的水，啊，那我们先撒一点盐，给它两分到两分半，就大概锅子里面的不到半公分的水，啊，因为这个太快熟了，你太多水没有用，你只是流失更多营养而已。OK， 我们就这样子盖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烤羊排咯。那刚才我们说自己采的啊、哦，这个甜椒，因为你太早加在这个酱，它会黄掉，所以我现在烤一下，等一下切丁就可以加进去了。那这个其实如果你喜欢吃原味哈、哦，我加盐跟胡椒就好。OK， 那我们烤呢，先烤这边有油的部分，马上羊肉会出来的。对。现在干锅烤高温啊，可以拿起来，完全啊可以拿起来，完全就是低羊烧味。来，我们把它跨上面这样子，比较小的、比较嫩的哈，你把它放上面熏，有没有？这样嫩嫩的、嫩嫩的。哇，现在闻到羊肉香味了。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像 mustard seed， 很适合吃羊排，我跟你讲。对，没错。好、哦，你如果喜欢纯芥末啊、哦，这个是那个 French mustard， OK。你可以这样子啊，拌一点下去啊，拌一点下去、啊。Mustard sauce 加 mustard。Good。我们来看一下 ，OK。你看这个菜啊，其实。啊、如果你喜欢这样熏，等一下加一点甜椒炒一炒也不错，因为它会逼掉一些油。我们先拿起来哈、哦，等一下再跨哦，它还没有透，可是它炖绿了。好，你看一下哦，有没有？哇，你看我完全烤到这样子焦黄，哎，这样就很香。再翻一遍 ，OK。然后呢，这边把它贴锅。不，我喜欢这一块，厚实的就可以贴锅了。薄一点的，你先这样子，先给它站立在旁边，不然它会太快熟。那你马铃薯泥你做，我有一点橄榄油。橄榄油啊，这个是 extra virgin 冷压的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了。哦，闻到香气了。你看，哇哦！那我再要抹这个，两片薄的抹这个。你烤金黄色，逼油了再来抹 ，OK。然后呢，这个要百里香的味道。好，我这个两分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刚好水汽出来，要散开，不然它的余热会继续熟。好，我们先呈现一个好不好？
酸吗？这个很红。结论就是受挤压的人比较会成功。啊？哎，是我，我常常被压榨。炸！你们知道表演这一招？我们现在镜头前有越来越多小朋友哎，在看我们的节目。小朋友没念过不能，叔叔有念过，那你啊啊呀，等到会死掉哦。